何老师，你刚刚说你的那个经历不叫扬长避短，它只是证明了你是一个全能型的主持人。不是，真的不是，就是因为真的我知道我原来有多不行，所以我觉得我去做这件事情我是有意识的，就是因为我知道不行，我不是知道我行了之后我让大家看一下我不为人知的一个长处。我跟萨萨一起进到明侦的时候呢，我们都是没有接触过这个类型的节目，因为这个类型节目它是一个独特的场子，它不完完全全是破案，它也有表演，它有逻辑，有推理，还有语言表达，甚至有演技的部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大家在学习，我觉得其实是我很庆幸我可以有一个鼓励自己去学习的机会。你去明侦的时候至少还玩过杀人游戏，我去明侦的时候我之前见过的杀人都不是游戏。哦，你想我们做法制节目的，所以我也是一去吓人啊，一去，对啊，我们不知道谁的门槛比较高。我们的思维上就老是老撞不上，他们就老说你不能老当成真实的那个，这是个游戏。你这是降维，你这是降维。